还没到，大家刚打算。六啊，耶！怎么不给技能啊？刚才给技能给杀，给乌龟，不是有许愿吗？这个牙齿看着就讨厌，我不喜欢这种一口大白牙，很猥琐。可惜是因为军团披风买不了了呀，买不到了，做的比卡尔强太多了。希望下个版本卡尔可以改的再好玩一点，这是我的心里话。
这个版本的卡尔真的很无聊。把天赋改回来啊！在逗我，这个版本天赋17级才能打4连啊，17级大招才是2秒的。以前不管你会不会玩，只要你有 A 杖，你就有毁天灭地。现在他妈的是太吃死，我操！伤太难受了，台湾兄弟小心，我杀你了。我们绕后了，我们绕后了。踢了，我踢了，我踢了，踢了！飙一下，飙一下，别让他走了。狠心伤害你，就让自己带我走，说分手。还能打吗？还有 BKB。妹妹，你坐船头，哦哦，哥哥我岸上走。I'm
你，你给女孩子上冠军，就工具人嘛，对吧？我跟我女朋友从来都是。什么叫完美团？对吧？我从来不给我女朋友上分，也不让她玩刀塔的。唉，因为打刀塔的都他妈不是正常人，碰到个妹子抓着妹子杀了。跟老子打，我操，凭什么跟老子打？哪种？帮我看一下那个点啊，帮我看一下这里啊，别让他们偷了。都要眨眼，眼都在谁身上啊？
妈，别老子打，操你妈，跑！下播再说。先杀人，别他妈看矿了，先把人宰了，我操！擦水，好气啊！我气，我真觉得他死了，操了！我有 BKB 的，看到了吗？作用就是 BKB， 自带一个 BKB。我就不信了，我靠！给我逮到了吧？哎，跑！没来了，回家。有一种那种什么，今天我想被在座的各位打死，或者打死在座的各位的感觉。操！哎，狙一下！啊，没动过。年糕三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年糕啊，酸菜年糕。室友们，酸菜年糕你们吃过吗？推高啊，兄弟们！我靠！水一下，水一下。看到没有，我这个大晕怎么样？老他妈一个大晕，我操，直接捅穿。等下个大晕啊，别急。
崽子，别噎死。可以吧？大晕加大招，再加这个星体游魂提供的两秒 BKB， 再加这个攻速、护甲和攻击力，还有移速。我操，还有个吸血兄弟。有病吧？为什么老打我？GG 型的啊。